Thank you.
还有咱们的下一轮跳苗舞，有请苗族阿妹为四位先生展示一段苗舞。先生们，好好学，稍后由你们来跳。开始。苗族人来，出门都该还当孩儿，那当时的人也是该明白。来，先生们，学会了吗？应该是没有。没学没关系啊。一起向前三步走，向前三步，来来来，三号，三号，有你有你有你，裤子有点飘，兄弟，你不是韩国人吧？完全不在这边。不是，跟我说的是中国话，你要听懂呗。好，这样啊，来，现在我们苗族阿妹带着四位先生一起来跳，回回当下评委，谁跳的最好，用掌声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。This time, Rina. 一定要跳起来，跳起来，我们就把奖品准备。Ready, go. This time, Rina. 是哪个很大的都在啊 ？This time, this time. Yeah. 哎呀，不错啊，来了一半舞的。好，来，咱们现在用掌声评出一位冠军，掌声。最多的就是冠军，这样获得一分至高无上的荣誉。咱们从一号开始，这是一号的鼓掌，来的是二号的掌声鼓掌，差不多。来，这是三号大哥的掌声，最后就是四号韩国武馆的掌声鼓掌。我说了，冠军将获得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。没错，这份荣誉就是什么呢？你一个人给跳一段。爸，怎么怎么样？怎么怎么样？耶！一等还有一年，我呢，我从古代就是被送中人去教育的哟。Ready, go！ 我先不问错不对啊。怎么怎么样？双手拍一拍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
Thank you.